雅典娜这一招到底该如何破解？雅典娜有一招心灵传送哈，这个德高望重的大师秦红居然被耍得团团转啊！来看对决，这一把明显太高了啊，想要震是震不到的。然后跳 C 之后过来空投，心灵传送，好粘人呐、啊，传来传去的呀，把这个大门给耍得团团转，抓中，跳 C 再折没折中啊，可惜。再来，好，这把跳 C 之后打完啊，下 A， 然后头上浮天地反，想要震啊，手法有点乱了，现在震不出来了，再一次被抓。好，一个反腰拳直接带走，不应该吧？啊，这青红有时候面对别人的一些招，好像无法预判到啊。啊，这波打无弱了，看怎么打。跳 C 来，传送过来，空投很厉害啊，再传送过来。再传送，再空投，哇、哦！也霸王这个传送用的真好啊！啊，再刚，再来抓了，漂亮了，折，这下中了，好，跑过来直接一个水晶球必杀，非常的 nice 啊！空投来传送吗？来吧，别动，兄弟！哎，这波没跳过去。重拳过来传送，再跳低，变化很多，刚倒在地，哎 ，A B 抓，是必杀，塞哟拿了，哎哎，没有气，我还以为要必杀呢，再一次抓中，直接踢死，厉害了哈。